龙到底存不存在？先给答案啊，存在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存在。我们大家认为的龙是这个样子，但其实这都是美化的样子啊，龙本身不这样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春秋以前，龙是这个样的，兽头蛇身，没腿或者就一条腿，跟个蜥蜴差不多。后来从战国到唐朝，龙能飞了啊，以前都是搁地下出溜。宋代以后美化了，四爪五爪金龙，威风凛凛上天了。从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啊，龙的样子呀，它其实是不断的这演化的。最开始就是蛇，古代人对蛇的感觉有点像现在那个泰国。为啥白龙王在泰国吃香？他本来就是东北马家，在国内混不下去了，去了泰国。但是那个地方呢，它有土壤，泰国那地方蛇又多，崇拜蛇，自然去了就如鱼得水。还有一点啊，我们看《西游记》里边那个龙王爷，他也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啊，是从印度的传说，一个叫那嘎的这个来的，翻译成中文就叫龙王。在印度，那嘎是人头蛇身，而到咱中国就变了，变成龙头人身了，整个给掉了个个，脑瓜子给升级了一下。有朋友就说了，你净怎么在这瞎叭叭，肯定有龙，我取关你。熊样的，你在抖音上开个号，你说有龙试试看，你看你作品能不能发得出来，号他妈给你封了。